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六口人》，演员者现金李鹤通、刘静。欢迎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啊！掌声在哪里？掌声掌声掌声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亲爱的朋友们啊！尤其大热天的，大家过来呀，听听相声，挺好，不错啊！这边这个空调啊，给的还挺足，对，比这个外边啊，这人肉味儿啊，强多了啊！你到哪儿了？你得人肉味儿，是澡堂的。就说这个确实啊，大家来了就是对我们德云社的支持，没错，刚才二位说的非常的精彩，哎，传统节目，哎，一个叫孙鹤宝啊，还有一个叫孔志杰，孔九点，哦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 I'm so sorry、嗯、这个 sorry sorry 跟你是方东的孔九点，嗯，确实很辛苦，是一个是鹤字科的，嗯，一个是九字科的，对，二位下去稍微的休克休息一下下台就咽气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！这个这叫什么愿望啊？愿望不能说啊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嗯，下去休息休息啊，休息休息呢，这场呢，把我们二位呢更换上台，轮换演出。尤其啊，这个来到天津啊，演员心里非常的激动。您到哪儿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你作为捧哏的，你得顺着我说，高兴。对，你看，你看看这。确实这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，是演员很开心，对，大伙儿可能不了解，因为我呢是这个天津人啊，啊，天津土生土埋土生土长的，这个地地道道的，嗯，啊，和平，天津和平，和平的教堂后，啊，哎，教堂后余文乐，这个您是教堂后什么玩意儿？余文乐你瞧你那个倒霉模样，我怎么倒霉了？你长得跟蝈蝈似的，你跟蝈蝈都比我长得像猫了。就是说教堂后确实在和平区那边，嗯，那边我的户口在和平区，对，因为和平区房价贵，买不着房，在和平区那边住，把户口搁到教堂了，哎，你不是那儿出来的吗？我信的是不是太多了？我心目当中真的只有郭德纲，只有郭德纲。我在家里供的都是郭德纲。你供他早点，他还活着呢。你供他，哎，在我心目当中，这生死置之度外。你把别人生死置之度外。确实开玩笑，大家来的确实是挺好，因为什么呢，看到父老乡亲啊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人，对啊，尤其现在这个也是外面也是旅游季节，没错，孩子们也都放假了，嗯，所以说没什么事儿呢，这个带着孩子们过来也听听相声啊，嗯啊，接受一下德云社的正能量的洗礼，挺好。德云社还有正能量啊？德云社没有正能量，德云社不都屎尿屁吗？这他在这自我介绍，嗯，这个我也替你介绍，你也跑不了，是吗？没有，德云社是实话实说，有的朋友说了，嗯，来德云社听两个多小时相声，离不开屎尿屁粑粑儿，嗯，其实老百姓谁离得开拉屎撒尿？那也不能满嘴乐，不是，这是我们小园的接地气。嗯，就包括您看二人转也是一样，二人转一个男一个女打情骂俏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老百姓家里长了里不短的，家长里不短，这种聊天，嗯，所以说您要是来，有的朋友说我必须得学点知识，那没有，哎，长点受点教育，嗯，那您可以去函授啊，上学呀，嗯，考研呀，读博呀，是来这儿就是图一乐，图一开心，图个高兴，哎，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的，嗯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祝愿大家万事如意，祝愿大家大发财源。这就演完了，对，你这钱还挺好挣的。你废话，哪儿的就是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说表示对大家的尊敬，嗯，哎，也祝愿你啊，祝愿我，希望你祝愿，嗯，这个你不是我招你了，你不招我，我也希望你死去。就你这人说话太可气了，祝愿就是祝愿。祝愿，阿弥陀佛，祝愿。
你虔诚一点吧，你就信砸了对。就是祝愿你。哎，好好的祝愿。可不一样吗？那个好好的身体好，保重你的尸体。哎，搁在这屋里臭不了的是吧？哎，这儿空调给的足，一会儿给你拉冰块去。对，身体健康。哎，对了，身体健康，大家都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对，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。是啊，相声界的一个小泰斗。我在这个，你在哪儿？你在？你哪儿立？我哪儿怎么了？你长得跟泰迪似的。哎呀，你哪儿？我是韩国籍的。你不是？你怎么谁给你泰斗了？为什么说咱是泰迪泰斗呢？为什么泰迪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咱的辈分，现在基本上整个相声界啊。全中国，哎呦，乃至全宇宙，Universe， 现在我辈分，最大。谁靠您的？现在还有比我辈分大活着的吗？有啊，弄死！这人多混蛋啊！真的混蛋的！怎么没有？天津不少老先生啊！天津还有，最还有。宝四辈的吗？有啊，宝四辈的有谁呀、啊？杨少华先生，杨老先生。对，哎，对了，他是这个婊子宝四辈的，这个你呀、啊，就你这个嘴呀、啊。杨少华先生对吧？跟我父亲谢天顺，谢天顺先生，跟谁遭遇谁？我们都有自己人，对不对？自己人，对，这都是宝字辈的老先生了，老前辈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父亲确实前几年去世。啊，那你去世那天你还去了呢？去了。哎呦，他哭的真的鞋都不拉了，真的，不知道还以为真的我爸生了你呢，你特别孝顺，这不有这感情吗？有这感情，就见过一面，是确实，这叫什么感情啊？这叫说过活吗？没说过，说活呢啊，就说确实这个小学生一个，为什么说咱是太懂了，咱是大言不惭了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确实辈分来说，现在文字辈的，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啊，不多见，也不能说不多见，人家文字辈的，人家都艺术家，谁还凑不要脸在小剧场演出？哎呦，你不要说那个屁话，真的。现在的九个队对吗？你说哪个队队长带小圆子演出？还舔脸说我的？那九个队是哪个队长不带小圆？那不我这搭档不行吗？我确实不行，真的。你哪儿都不行。就说开玩笑，确实辈分，因为现在文字辈的还有天津的贝文亮先生。啊，那现在对吧？还有莫文蔚先生，许文强先生，莫文蔚，赵文卓，行了，谁？您说这几个谁认识你？人家是说相声的。赵文卓认识我呀？赵文卓怎么认识你啊？我亲眼前些日子，赵文卓给我那个扣电话。扣什么电话？给我打电话，要求我参加一档他们那个综艺节目。就前些年还挺火的，披麻戴孝的哥哥们，那节目缺孝子的。哎，你哭的比我像真事儿啊！披麻戴孝的，披荆斩棘。没看过，我们把披哪儿吧？反正在文字辈的现在不多见了，是，所以说大家呢尽量的多看，这个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票价也不贵，是吧？看看文字辈的老先生，票价才100来块钱。你也就值100来块钱，还值多少钱？100块钱能卖出去就不错了。对，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。是演员看见您高兴。这个介绍我的名字了吗？没说呢，还没说呢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名字叫谢金啊，谢金。文字辈老前辈，这个呢，我也叫谢文金呢。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。是这个介绍完我了，介绍一下身边这位。那我。他叫这位演员，哎呦，我这个不是我名字是马赛克啊，怎么了？怎么拉呀？废话不是，到这滑过去了，滑你干什么呀？你好好介绍我怎么了？这是啊，
介绍一下，嗯，他叫马赛克。这个马老师啊，尤其在这个日本啊，现在还是一样的。看了以前你的片子，嗯，谁姓马呀？你刚才自己说的，我叫马赛克。你自己说的，完了以后你又不承认了。我姓李。哦，姓李，李啥？啊，李赛克老师啊。他在这个洛赛克日本拍，别提那倒霉地方行吗？谁有名字不叫那个？叫哪个呀？你的名字别说，你的名字算骂街吧？这台上，嘛算骂街呀？姓李叫李鹤东，李鹤东有没有掌声？你可以，谢谢，谢谢。看出来了吗？看出什么来了？天津的观众都是疼儿女的。拿你当亲儿子，真的，嗯，是不是？是是，确实跟东哥在一块儿啊，嗯，小伙子身体也不错，嗯，跟东哥在一块儿啊，我们合作搭档6年，哎，时间不短，哎，疫情3年，我们一直坚挺着，你没得聊了，你是，你听啊，愿意跟您多聊聊啊，嗯，多聊聊天啊。尤其东哥呀，平常啊也忙，是社会上的朋友也多，哪儿啊？所以说呢，跟我呀很少，也就台上我们俩能够多聊聊，嗯，台下我们俩根本就不过话，是。但是我们私交呢，就是打小就认识。谁跟你打小认识？我俩打小啊就认识。谁？我什么时候跟你打小？你比我大6岁半。6岁？哪有半呢？你生日大，我生日小。你再者说你刚才不是介绍了吗？你是那什么和平区教堂号，你就这一个乐，你和平区教堂号，我北京的，我怎么跟你打小认识？我以前你看大伙不了解，我们老谢以前我太爷那个年代，嗯，那时候我太爷比我大100天100年，100天。我太爷谢派单弦的创始人，嗯，人家过去人家就在北京那儿驻扎。驻扎也住后台，对呀、啊，嗯，后来因为没忘了办那个暂住证，就给驱逐出境，这个给轰回来了。对，以前我们在乾元寺后海那儿有老房子，那房子呢？房子都没交那个房租，租的，人家给收了，其实就8平米，嗯，就说呀。不是你说啥？就是打小的时候我也在北京玩过。那咱们也不算话，俺俩可以称得上光屁股互相玩到大了。我们两个人真这教堂后那么开放吗？你光屁股还不行，还得互相玩。这跟教堂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不要你说的太多。是你谁都是国际上场后呀？还光屁股互相玩到的，光屁股长大的。对呀，老北京话，光屁股长大的，嗯，对吗？但是他这个人啊。人品不行，怎么不行？说话不算数。我骗您什么了？你看你说好了，一起长起来。嗯，你长个半截，你为什么不长起来？你呀、啊，你不用垫脚尖，知道吗？不垫脚尖也比你高多了啊，是吧？那能怨我吗？这是。哦，怨我，我的基因不够强大。你早该死。这算自然灾害，自然灾害，自己也承认是灾害。嗯，确实跟东哥愿意开玩笑，确实我们俩打小就认，是吧？老北京话就叫发小，对对吗？嗯，那时候尤其他是纯老北京人，是对吧？老北京山顶洞人，嗯，他在这个那时候啊当钉子户，我别钉子户好吧？我哪来山顶洞人呢？你当过钉子户？我没当过。钉子户，对，钉子就是在山洞里住着呢，谁上那儿拆迁？你还钉子户？就说你是老北京，特别老的老北京，资历高。没那么大资历，我就是郊区的。郊区哪儿的？大兴的。大兴唐果庄。对，过去都不是北京的地方。干嘛不是北京的？哦，是河北省啊。嗯，结果给你过你管着吗？你怎么那么闲话啊？你东哥这人就脾气就好。真的愿意跟人家多聊，我们两家关系多好，哎，私交确实不错，对吧？尤其我们不光是两个人关系好，整个家庭都好，嗯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通奸通家之好。你说清楚了，通家之好，啊、嗯，对吗？对，不拿对方当外人，
这不都挺熟悉的吗？对吗？尤其啊，实话实说，我这个辈子，我这个岁数，能有共同语言啊，在一块儿能聊聊天儿，有这么好的知己，嗯，太难了，不多，对吧？过去有这么句老话，怎么说呢？子曰：“啊，人生难得一只鸡。”一只鸡，这是饿了，这是。难人人生难得一知己，对对对，人生难得一个小李烧鸡。你是饿疯了，你是？这孔子说这话，孔子说过这话，什么时候说的？孙子问的。对不对、啊？人生难得一个小李烧鸡、嗯，孔子也爱吃这个。小李烧鸡不错，是是是，就有点咸。但是确实是我们确实是知己，嗯，我们两个人可以称得上忘年交。干嘛忘年交？忘记了年龄的交情。刚才不还发小呢吗？这么快就忘年交了？岁数不是问题，嗯，是吧？大几岁那算什么呀？是是是，是不是？爷孙恋有的是。你这这你跑这官宣来了你？谁跟你爷孙恋？本身这个你就说关系好，一说这个他就出汗了，说点话。包括真的，尤其我经常上他们家串门，嗯。他们家那个门槛儿啊，我都给踢烂了。见天去。对吗？啊。他们家那个筷子，嗯，我都缩了细。老上我们家蹭饭去了。他媳妇儿，我都上。嗯、你来、哎，我都上家看去。你踢他干嘛？上家看去。嗯。对吗？你看他干嘛呀？哥，咱关系好了。嗯。你爸爸就是我爸爸。这差着辈儿了，你妈咪，嗯，你妈咪，你哪个歌厅出来的你？你妈妈就是我妈，这关系对吧？没错吧？是是是，互相孝顺嘛，对吧？嗯，你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，那你媳妇儿呢？是你奶奶。你呀、啊，你赶紧走，差着两辈儿的就得是你奶奶。咱别乱伦了，不是我媳妇儿就能成你媳妇儿，你媳妇儿是我奶奶了。我当孙媳妇儿这么看，对吗？嗯、是，对呀、啊，关系好。尤其他们家，实话说，人口也不少，人口多，对吧？哎，嗯、你们家里有几泡人？您说刚才说都说对了，您怎么几泡人？你们家里有几坨人？脏点儿。你们家里有几摊人？不是，你们家里有几吨人？你先。家里有那么大份量吗？家里有几头？几只？牲口。几两？几口？哎，对了，对了，你看人家词汇量。什么词汇量？你们家里有几口袋人？几口袋？我们家全是土豆。有可能是山羊。几口人？你们家里有几口人？六口之家。六口都持家了？别都持家。六口人。我就六口之家。没有，六口人。六口之家。嗯。这个都上班吗？不都上班，就我一个人工作。哎呦，那说您真不容易。怎么呢？您在外边挣钱受累，嗯，回到家还得当家主事。不是，我拦你一句啊。这挣钱受累的是我，当家主事的不是我。当家主事的是谁？是我爸爸。这台上不让放屁，是不是？这什么动静？我跑这泄气来着，哪有放那么长时间的屁？是你这没有那么大肺活量的地方，放屁还用肺活量、啊？头回听说这词儿，这个不是马干嘛呢？你这啊，就这个老兔子，这个老头子，老头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岁数也不小了吧？可不，今年也得41，1.93，还没静静呢啊，是吧？我今年35，我爸爸41。你早产，你是蛋磕出来的。那跟我爸爸岁数有什么关系呢？早产了怎么就？不是，我爸爸今年都60了，60岁。嗯，而且老爷子啊，身体还特别好。哎，身体不错。
好讲究。什么讲究？穿衣服干干净净的，啊，对吧？经常的穿一身白色的衣服，好干净。哎，家里老死人。你们家怎么死人？不说话。就爱穿一身素素净净的，嗯，比较俏，要想俏一身笑。什么岁数还一身笑？你看，而且老爷子，嗯，还爱留胡子。哎，平时呢留着点小胡子。对了，你看上面老爷子也留胡子，是下面也留胡子。嗯，下面这胡子有点长，直接就到这个胸口这儿，留这么长。哎，对，下面这胡子跟那个胸毛都连一块儿，这不敢粘了吗？你看，上面这个胡子也直接就到这嘎着过来，跟这个腋毛啊都连一块儿。那玩意儿都连一块儿了，那出门那怎么出门？出门别扯淡，这玩意儿是从山顶洞出来的。这谁这么？就是说你爸爸就是可能汗毛啊比一般正常人稍微的旺盛。那修剪修剪。哎，他爸爸一脸的护心毛。嗯。护心毛长脸上。一脸的。护心毛长脸上怎么打招呼啊？都不可以，撩起来 ，Hello。什么东西 ？Hello。一脸络络腮胡子，对了，一巴掌宽的护心毛，对，是吧？嗯，要说您家这六十多口人啊，也不容易。谁家现在这个不是你哪儿出来六十多口？几口？六口啊，嗯，都上班，就我一人工作。哎呦，要说您可真不容易啊，在外边挣钱受累啊，回到家还得当家主事。还有说完闹的，挣钱受累是我当家主事，不是我。当家主事的是谁？是我爸爸。这屁比刚才那劲儿大，这声大的。这个老鸭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。嗯，老爷子，而且听说这个保养的也好。什么保养？眼力好。哎，眼神不错。听说是白内不是那个青光什么玩意儿？是摘除不是那个假眼、啊？不是，就老爷子眼神特别的好，俩眼都是五点儿。哎呦，俩眼都是五二零。五二零的啊，摘上了五点二。嗯，那是五零二是吗？俩眼都是那个五点二，是是是，眼神好到什么程度？您说说，老爷子能看见天上飞的鹰。你这是这天上飞的鹰，谁看不见？什么鹰啊？老鹰啊？不是那个，老鹰不是那个，不搭，那不鸡吗？那不？不是那苍蝇。以前是蛆，苍蝇。天上飞苍蝇，苍蝇只要打你爸眼前一过，嗯，你爸拿眼力一扫，就知道这苍蝇是公的，是母的。苍蝇能看出公母，我爸这眼里有 B 超似的。你爸爸小名叫李 B 超，没听错吗？不是，这眼神好的，眼神好，而且这都不算什么呀？好到什么程度？嗯，自己能看见自己的后脑勺。怎么活儿啊？这一般啊，一般的不是。什么五点？你自己不用提哪个。我爸爸是蜗牛，是怎么长后眼了？拿哪个眼看能看见后脑勺呢？你拿镜子看。拿俩镜子。拿俩镜子，这叫嘛玩意儿呢？嗯，一个镜子呀，一个镜子，这玩意怎么看后脑勺？你这么看，你速度、哎、速度快点。我爸没看见后脑勺，先看见阎王爷了。人家说就这速度啊，达到了光的速度，就能看见后脑勺。我爸爸超不过光速的。你爸虽然说眼力好，嗯，但是听力差。上岁数了，不是这边没有耳朵，耳朵呢？就为看这后脑勺消掉了，都这样最小半径啊，最小半径，看他干啥呢？就要这个耍啊，这什么耍？这不要，自残嘛，这不？
要说您家这600多口人啊，尤其现在真的，我们哪来600多？这不紧着说6口人吗？都上班吗？就我一个人工作。哎呦，那要说您真不容易。嗯，在外边挣钱受累，回到家还得当家主事。挣钱受累的是我，当家主事的不是我。那主事的是？是我爸爸。这外十点进就拉出来了，这个。这个老夫爷，老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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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听说这个饭量也不错，饭量不小，对吧？吃点硬的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那老爷子一顿饭能吃半拉火车头吧？你爸爸吃铁轨拉纤丝放屁崩钉子，是吧？你爸是钢铁侠似的，你爸装修队儿，你爸跑谁哪的牙口好吃火车头？那铁道部干的哦，太硬了，太硬了。那吃点软和的，吃软和的。那老爷子这一顿饭能吃点什么鼻涕呀、棉毯呀？哎呀，这多脏啊！这软和的吗？吃点什么豆瓣豆芽啊？豆瓣豆芽。那这老爷子一顿饭能吃半拉豆芽半拉豆芽你喂蛐蛐来了？那太少了。啊、那一顿饭能吃半亩地。我爸爸给野兔子了，这老兔子什么老兔子？正常人饭呢，就一盘菜，一盘米饭，再加个盖饭。嗯，盖饭，宫保鸡丁盖饭。对对对，你爸爸爱吃。要说您家这6000多口人啊，也真不容易。我们一小区都没6000口人，就六口。6口人，嗯，都上班了。就我一个人工作。要说您真不容易，是在外边挣钱受累，回到家还得当家主事。怎么你屁憋着呀？我跟你说，再说最后一遍啊！挣钱受累的是我，当家主事的不是我。那当家主事的是谁呀、啊？是我。哎，你这屁比我长啊！这还以为我说爸爸呢。什么意思？没完了，什么啊？你这干嘛呢？你逮着头一口没完没了，老占便宜，你往后问。往后问，那这个二一口肥呀、啊？二一口肥，三一口也不臭。二一口谁？二一口是贼呀、啊！贼都抓起来了。二一口，二一口啊？谁？老娘。哦，嗯、老杨。老杨我知道，隔壁老杨了，隔壁老王那是隔壁老杨了。老杨知道，哎，你妈也爱读那山羊胡是吧？然后一扒着头虎心毛，你撂下别拍了，你妈走道也那么着。这两口子什么模样啊？志同道合。什么？谁跟你讲这个？二狗母亲。哦，母鸡。这能清场？母亲，我跟你说啊，二老双亲不可儿戏，不可儿戏，这不能胡说。二一口就是我妈，那三一口是谁呀、啊？三一口家兄啊，家哪儿？家兄。哎呦，这个人你能加那个地方？你加哪个地方呢？有点什么倾向啊？啊，怎么回事？你加那个地方？我加哪儿？加哥。哦，嘉哥，对，要说嘉哥可没有乙哥飞的远，真的，尤其这个又改哥哥了，我哥哥，你哥，嗯，他为什么是你哥？为什么是我？我们哥俩一母所生，一父所养，他比我早到，我比他晚来，所以说他是我哥哥，我是他兄弟。你糊涂，你先别让他出来。我不让他出来，我拖他后腿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拖后腿，拖后腿就打这儿来了。你拖住他后腿，你先出来，你不就是哥？没听说过这有商量的吗？我还拖着他后腿不让咱出去，我你今儿限号，我先走，有这样？那就是我哥哥。你哥哥，那这个死一口是？四一口，四一口，四一口是？我嫂子。啊，饺子。好吃不如我嫂子。行了。嫂子，嫂子苏啊嫂，
你那语文老师死得早点。我跟你说，这也不能玩笑啊，知道吗？老话说得好，老嫂比母小，说的是儿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。嗯，也就是说，你是你嫂子的儿子。你是你弟妹的孙子。怎么乱？这不是我说的这话。谁说的？包公说的。哦。你嫂子是包公，我嫂子买包公。你嫂子长得黑，我嫂子不黑，她是非洲娘。对，我嫂子干嘛非？你嫂子黑不黑？不黑啊。你嫂子谁呀、啊？包公啊。你这不绕着我吗？我嫂子。嫂子，嗯啊，这个五一口是。五一口就是我。啊，小舅子是你。老丈人是你。那这个六一口是。六一口，我琢磨琢磨，我您这把我都问迷糊了。是呀，你这汗流浃背的，是我满身的大汗。我琢磨琢磨，哎，您瞧这什么人呢？这聊着天啊，您看都不正经。头一口我一说爸爸，他嗷嗷嗷，大有好几个。二一口，老杨啊，三一口家兄，四一口我嫂子改包公了，五一口小舅子是我老丈人是他，还占便宜。我看着他也没什么学问，我跟他呀拽着文，这六一口啊是我媳妇儿，哎呀，我一会儿难为难为他。哎，谢老师，来来，我还不能叫爷爷。我给你脸了，我。你咱不是聊天吗？聊天确实，我也愿意跟你聊，因为你台下你老不陪。是是是。台上嘛，所以说咱。你问我呀？问你什么？你怎么问你什么没见过？不是我们家人口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对，这个六一口是谁呀、啊？六一口啊，贱内。哦，你贱内。对，我贱外。我这人呀，脸红。你以为你不要脸？他脸红。你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呀？谁问你姓啊？我说我呀，我屋里那口。水缸。水缸旁旁边。灶台。早围着灶台转，能生能养，给我看家护院的。老母狗，喂老母狗的，狗食盆子，刷狗食盆子的，吹手，立吹头的，炕，有门，炕上面，炕席，炕席上，炕毯，炕毯上面，绒毯上面，棉毯上面，塑料毯，算是西班牙毯。澳大利亚毯，我们家住千层饼上了，哪儿那些毯子呀？塑料毯子上边的褥子，这就到褥子上边被窝，就过去了。褥子上边被窝下边白被进去褥子后边有套，我就暖和，没擦我就冷着那个棉服。我大半夜我搂棉服睡，活的，湿的。欢蹦乱跳的，跳的有红丝玩的，臭臭。我这什么生活环境？这晚上在我耳边嘀嘀咕咕，小声说话，一晚上吵得我睡不着那个苍蝇。你爸看你，李碧超看你什么？头对头的枕头，小灯小三墙。就脸对脸，半夜我乐他也乐的那个，对，镜子。我大半夜不睡觉，我照什么镜子？你学你妈！我别学了。我这么跟您说，我就睡了三更，半夜三更，我们俩一高兴还嘴对嘴的那个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。知道了。睡到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，你们俩还嘴对嘴的。就是他，夜壶。我去。做了一段正能量的作品，在德云社，我这个素质就算是正能量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咱怎么说也是文字辈的一个老先生，所以说呢，尽量的呢，少说点屎尿屁，这个多赚点钱呀。开玩笑，其实这个作品啊，我吃着亏呢。我本来是他的爷爷，我非得跟他爸爸还较点什么真，没有什么意义。真的，确实大伙可能不了解，因为我比郭德纲还大一辈儿。对，真的，郭德纲啊，于谦呐、啊，然后
孙越呀、高峰啊、侯震呢、我比他们都大一辈儿啊。按理说他们应该管我叫安抠戏。你长得跟牲口似的，安抠都行。就说呀，确实愿意跟您聊聊天。是我们德云二队呢，这礼拜是头一个礼拜。对。啊、下礼拜呢还在天津小剧场骗钱挣钱，这个什么都赚钱都是为了挣钱嘛，挣钱吃饭，这没有什么。大钱是命，小钱自个儿得挣，得努力。过去有这么句老话，子越，行了，说吧，别老子越。钱难挣，屎难吃，这是老话，你尝过是吧？老话没有错，钱难挣，屎难吃。对呀、所以说大伙儿就是来了听听相声，就是图一乐，开开心心就得了，是吧？这个演员来说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基本功，尤其拿这个唱来说吧，啊，太平歌词怎么着？走的是韵味，走的是鼻音。我给您学唱太平歌词。太平歌词啊，杭州美景盖世无二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四季的清香，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。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我表得是峨眉山波蛇下界，在这上天弄恼了张玉皇。可以鼓掌。太平歌词，传统的京平梆啊，小曲小调啊，我们也得学习，也得研究。京剧唱出来也好听，京戏。你比方说有这么一段吧，叫《打鱼杀家》啊、唱出来也好听。您给大伙儿，我给您学上两句啊。妇女打鱼在河下，家贫哪怕人小娃子，我婴儿长温多，福娃娃往上。不容易，唱两句京剧，你看智商都放了。你不开这屎尿屁，真的，你能跟爷爷别这么下三滥。下三滥，你就够三滥。这个这是京剧，你包括一些这个小曲小调，我们作为年轻演员也得会，也得学习。你比如说，你比方说这个德云社有这么一个代表啊，叫大实话。哦，那是郭老师您来过。对了，郭老师最近这些年没有什么大实话。这个就不唱。哎，对，就是不唱。不是说大实话。对，我都没唱。大实话唱的来好。你给大伙儿学两句。说天亲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。说地亲，地也不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、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汉霸新坟看旧坟，要说亲，观众们亲。不养一人，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。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吃喝嫖赌也莫沾身，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